超细磨粉机，经过数百家客户长期使用证明，具有能耗低、品质稳定、操作简单、维修方便、无污染等特点。磨粉机生产线包括锤式破碎机、斗式提升机、中转料仓、变频螺旋喂料机、磨粉机、旋粉机、除尘器、挤粉器、出料螺旋、卸料阀、高压风机、消音器、空压机、电器控制柜和隔音房等设备组成。大块物料经锤式破碎机破碎成小颗粒后，由提升机送入中转料仓，变频螺旋喂料机根据主机电流大小均匀地将物料送入磨粉机上部散料盘。磨粉机运转时，主机电机通过减速机带动转盘旋转，转盘通过轴胶带动磨滚在磨环环道内滚动，物料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散向四周，落入研磨腔，在环道内被磨棍碾压成粉。高压风机使磨粉机内部形成负压，产生流动气体，物料被研磨成粉后落入下散料盘上，随流动气体经过边腔被带入旋粉机。旋粉机内高速旋转的叶轮对粉尘进行筛选，不合格的物流回落重新研磨，合格物料随气流进入挤粉器。粉尘下落由底部出料螺旋送到出料口，小部分粉尘随气流进入除尘器，并粘附在滤袋表面。空压机制造的高压气体经过脉冲阀控制后，间隔性的从滤袋内部瞬间喷射，将滤袋表面的粉尘吹落，由底部的出料螺旋送到出料口。成品物料可以选择包装机包装成袋，也可选择由气体输送系统送入大型料罐。以散装形式直接用于料罐车运输。畅销国内20多个省市。出口50多个国家。市场覆盖率达到同行业最高。